价格，380，380的贵了哦，你卖到中午还越卖越贵了，现在这个价格。外面是湖南的龙山县的那个百合之乡的百合，里边是云南凤庆的，都是单芽料的，百年古树料的料都是单芽的。外面是湖南龙山县的百合之乡的百合，里面是云南凤庆的，都是单芽的春料，几百年古树的春料，而且全部都是这个手工揉捻成型的。对对对，茶叶是可以，感觉这个价格原色原色，哇，给你闻一下，很香很香哦，有那个卡布基诺的这种那个咖啡的香气，焦糖香，焦糖香，来来来，我先泡一下，能泡吧？可以，已经放进去了，你不可以也没办法了，等一下先搓泡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慢慢的舒展开来的，你们看哦，已经开始开喽，盛开喽，两半。你看看，已经两半盛开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整朵会开出来。这个茶叶啊，我觉得是那种贵妇喝下午茶的时候、喝早茶的时候特别合适。对，特别有气质。投过来无数的闺蜜的这种羡慕的眼光。就这样，看看，全部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盛开开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颜色漂亮。这个等一下会整朵的盛开。你这个价格放便宜点呗。就是你看，有客人的话，招待客人是很高贵的。你家的茶叶口感挺好的，朋友推荐过来的是吧？谢谢你。你看颜色都已经生出来了。对。这里面是云南凤庆的，百年古树的春料，外面是湖南龙山县百合之乡的这个百合，然后是手工成型的。这个百合，你看看。是不是整朵的？这是对，整朵的百合。等一下泡出来的时候，它会盛开来的。现在还没有打开。来，我知道手工成型的。价格放便宜点，帮你拿了。干干脆脆的一口价，少多少钱不卖的价格来一个，好吧？茶叶是真好，真香。又香又好。对，又香。还没舒展开来呢，等一下舒展开来，不要太好看了。等一下我们舒展开来看到的时候再给你们展示。我们先把这个价格先谈好了。最后一箱了。最后一箱，来最后的价格，说一个。我们不要墨迹，干干脆脆的，350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真的是。350。268的价格，把你拿了。268的价格。你不要说350了，这个现在市场上也不是就你一个人卖这个滇红百合宝塔，卖的人也有两三个，是不是？什么行情什么价格我都清楚的，我知道好卖的。我知道好卖，我早上过来的时候我以前都是下午的时候我才盘这些茶叶，下午基本上没有我的份。瞬间没，前两天拍到哭了，还没有喝，不知道好不好。雪山飞狐，你赶紧去喝一下，好喝的，来给我五星带多好评。店里去，当时老板去结钱了，最下有没有人喝过这一款茶的？有喝过的扣一，没有喝过的扣二。有没有喝过的？这里面我跟你说，百合花啊，对女性特别好，睡前喝一杯，不会胡思乱想。对，马上就睡着。助什么？那我不能说。助什么眠？助什么眠？明白了没有？助某眠，助某眠。百合就是那种2000多米的那个海拔，对吧？就是安什么神啊？安什么神？安什么神？助什么眠？这个真可怜啊！这个功效不能说，太难了。还好喝。268的价格帮你拿了。都没有喝过，全部都没有喝过。268，说实话，中午了，没人了，你不要老板的，老板干干脆脆的就给我。我们以往都天天在市场里面收这些茶叶的，都基本上都有收过的。你看已经盛开来了，已经盛开了。你看，这个贵妇喝的茶叶啊，这少妇喝的茶叶，这个是18岁姑娘喝的茶叶。这个办公室泡出来真的是最靓的仔，最靓的妞了。对对对。你看全部360度无死角的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就是大自然的尤物一样。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好看。对。你看看，好香好香，它的百合花的香气，它的百花蜜的蜜香，对吧？香脂香浓，浑然天成，可以的这个茶叶。看着就想喝哈。看着都流口水，就想。这个我们看到小鲜乐一样，一斤有130来颗是吧？你就说一口价少多少钱不卖的价格，好吧？我们不要磨磨唧唧的，这用玻璃杯泡吗？是的，而且用肚子大的玻璃杯泡，肚子越大，它盛开的花朵越大，你不要去限制它的想象，来说价格，285，最后一箱，285要不了，就明确的跟你说要不了。要不了，268，真的是268呢，268可以呢，你要新产品吗？
大家都要不能因为它的价格望而却步，要给它大家尝个鲜，是吧？就一箱先处理了先，好吧？先卖了先，不是处理。这么好的茶叶还不是处理，不是处理，说错了，说错了。卖了先，卖了先，明天的生意。这一天好卖，过几天不一定有这么好卖的。新产品上来都是好卖的。多一点的话，你明天早点来。明天早点来是吧？走，268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268的价格拿下拿下。268的价格拿下拿下。来，我们先过个秤看看一共有几斤茶叶。有多少人没有喝过这一款茶叶的？全屏扣个一，全屏扣个一。有多少人没有喝过这一款茶叶的？来，一共几斤？34斤，还有加这里没有多少的，就半34斤半，3斤半的箱子，32斤，对吧？31斤，31斤，31斤，说错了，31斤，31斤，268的价格，268的价格，31斤，哇，你们看呀，天哪，好好看呀，这个哪里是茶呀，这个是大地的艺术品呀，这大地的艺术品啊。来，给你们先上个链接宝宝们，小手准备一下，半斤一斤加20，买一斤更划算，288的价格给我们上线，你们按需所购没有喝过的你们可以去尝个鲜，买个半斤，贵妇的下午茶的必需品。来，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，来展示购买，点击下方小黄车购票车，选择1号链接去抢购，上架再送运费险，运费险购物赠品保障，提交订单拍下即可。